鹿谷乡农会今年的春季比赛茶已经开始进行包装作业，为了确保消费者的权益，农会再度更新 DNA 防卫标章。秘书林献堂强调，消费者只要记住一摸、二看、三翻转，30秒就能成功辨真假。鹿谷当季乌龙茶飘香海米味，尤其鹿谷乡农会比赛得奖茶，更是不少茶客梦寐以求。今年度春茶摊税交茶高达6410斤，再度刷新纪录，亦称冠世界茶叶竞技场。鹿谷农会自65年起办理比赛茶，迄今近40年，鹿谷茶经由分级包装、交易，已获国内外市场高度青睐。尤以特等奖，近年来维持在每台斤30万元左右的天价，显示本农会的品牌洞顶乌龙比赛茶魅力无限。我们的包装每一次都是，有不同的设计方式、不同的风格这样的。那今年呢，我们是以金黄色的为底，金黄色的为底，它的意义就是跟我们洞顶茶泡出来是金黄色的茶汤。然后我们有这个传统的茶壶，表示说，这个茶呢，传统茶蛮适合，用传统的陶壶来泡。基本上这个整个包装里面整个元素都有，包括这个茶壶也有，我们的鹿谷的鹿在里面这样子。当然，消费者最主要的就是要认清，鹿谷农会的这个 logo， 这个 logo 包装，还有这个茶的我们的注册商标，才不会去买错这样子。农会秘书林献堂表示，本品牌比赛茶价位较高，因此每年鹿谷茶包装过程中也重视防伪标签的更新，今年采与超骏同等级的雕刻凹形圆形防伪标章，是粉红色为底色，消费者只要谨记一摸、二看、三翻转的口诀，就能轻易辨识。我每年都有设这个防伪标章，那这个防伪标章就是一看、二摸、三翻转，就是你看的时候可以侧边看它是立体的，跟钞票的那个立体一样，然后摸的它是有立体感，然后三翻转你可以看不同的角度，然后当然最需要的也是蛮重要的，就是看它的我们的号码，这个是流水号，等于说一箱一个茶笼的展示才有一个号码这样子。今年整体外观以银卡纸包装，提升亮度美观，黄金底色象征洞顶乌龙茶的金黄茶汤，而梅花鹿搭配茶叶花朵，则是鹿谷农会注册的图腾。而一心二意，象征农会对茶税及维护品质的坚持，传统陶壶才能泡出洞顶乌龙茶的原汁原味。